现年22岁的须崎庸一在开幕式时，与203公分的篮球员八村垒共同担任掌旗官，两人足足相差51公分，也被封为最萌身高差。从小学一年级就投入学脚力，这回在冬奥50公斤量级果然无敌，4场比赛全都以10-0横扫，全数获胜且50分，居然让对手连1分都拿不了。尽管身高只有152公分，但须崎庸一可是连续2届世锦赛的脚力冠军。这回更是首次进军冬奥就摘下金牌，惊叹表现让日本网友直呼佩服，也备受鼓舞。三立新闻，金淑慧报道。